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台2011年 Toyota 的 Artis， 网络售价24万5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里程。这辆车目前的里程是231657公里。它的中间有副荧幕，荧幕它电视啊、卫星导航，甚至还有倒车显影。让你在停车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方便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。这辆车它是全车无事故，可以从那车身条码、引擎室的条码以及叶子板的条码来做得知，都还保存得非常完善。而且这台车被称作 Artis 神车 ，Toyota 界的国民神车。它的省油甚至可以1公升的油跑18.2公里，非常的省。今天介绍的是这台2011年 Toyota Artis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台车，欢迎来建华汽车找我，我是小吴，我们下次见。实在就是 SUM。